12月14日中午，绝技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推送了郭敬明停更致歉。微信中称，郭敬明右眼视力时好时坏，严重时几乎看不见东西，因身体原因导致的停更，郭敬明表示非常抱歉。他已经预约了医生，希望早日恢复健康，重新开始连载。绝技系列是郭敬明出道十周年纪念作品，从2009年开始发表。在绝技真人电影制作之前，郭敬明就曾经停更绝技4年之久，近日再次宣布停更。郭敬明对读者表达了自己的歉意，并承诺会早日康复，重新开始连载。